家人们晚上好，我是海伦小二哥。有两个同学暑假的时候回家探亲来了，其中还有一个我们的发小，一会儿多少多少年没见面了。我正在全的单位，全还没有下班，以后我们小哥俩要去西雅图去接我那个发小同学，完了一会儿我们出去聚一下子，多少年都没见面了。我和这个发小将近得有20多年没见面了，真的有挺多的故事想对他说，真的挺想他的。亲自接我来了，咋才出来呢？有事啊？他整那个，这家伙我看人陆续都出来了，我这眼睛啊就盯着你的瞅，你这目标不小啊。咱们得到点了，我看我得打卡，打卡快打卡吧，走出发。对工作一丝不苟啊，出发呗，咱俩走上乡下接我们俩的发小去。我俩出发那个东王平安。对，我俩出发的往平安，接我俩的发小兼同学，接我们同学的，跟我是邻居，我一个海柱，我们仨那同学，在一个大院那个成长起来。哎，其实你们俩是算纯亲的发小，是不是？但那时候我小时候不就在我老家待了吗？在我奶家那头，一个大院嘛，没说，就是我不咋在家住，哈哈，那功夫吧，我那时候就是在我老家跟我奶家住嘛。我认识海涛那时候还是咱们俩一个班的，我跟他一个班。那时候我妈天天是3点就上地，早上3点，那时候也不打药也不啥的，就是铲一遍地都得10多天20多天，头一遍地铲完，铲第二遍地啊，就天天起早，没法经过我。那时候就在我奶家住，或者在我姥家，然后就跟他们就是玩的时候不是太多，但我们感情也不差。对对对。对，我上那个威海啊，安排的都非常好。去年去的吧？没有，21年。21年去的。嗯。哎呀，我都20年都没见着，就20多年没见着那谁了，海涛了都。他从哪？这个初中不念，不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？就打工去了。完了，再就是家都安到威海了，始终也没回来。有事儿回来。这今天是给他妈跟他爸整的啥一卡通。啊，搬到一卡都回来的。嗯，我说完等哪天我再找他爸他妈，我们再吃顿饭。我妈也想他嘛，那老邻居了。我妈跟他妈也没啥事唠嗑，那时候在屯子，吃完饭没事了就上他家就唠嗑去。那时候什么感情？那时候对，就是用一句成语咋说，叫一见如故，就是见面就跟以前就是一点陌生感都没有。那可不，我去呢就是21年我去也嘛，看着他爸他妈就一点陌生感都没有，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？还跟那个就小时候上家玩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我走的时候他姐就买的那桃啊，又那啥，又还有苹果，当地特产无花果啥的。但是人家真行啊，完又找，对，又找我们吃饭，领我们上海边玩啥，非常好。所以说那个海涛回来，我们也必须这个同学必须安排到位，必须到位。我是今天这一段神经痛犯了，不能喝酒，二哥陪他们喝点酒。然后赶巧呢，我还有一个同学也回来，我们就是以前就是总在一起玩的。咱们一会儿接我海涛，一会儿再继续接那谁啊、哦？接龙哥，我们都管叫龙哥。龙哥练武术的。就是我们没小时候的梦想嘛，就唯一就是他实现了。那时候小时候都想学学武啥的嘛，他是在初四那年学的哈。对对对，其实就学一个暑假，完、回来教我们单手劈砖，什么九节鞭、双节棍，老二那个后脑勺还削个包。啥时候事儿啊？一天你那双节棍，你忘了练双节棍，把双节棍一下削后脑勺，完给双节棍撇了。你就接我短。我啥时候那事儿？完了，他躺地嗷嗷直叫唤。我不会练呢，其实。人家龙哥玩双眼棍玩的好，玩的。那时候是啥双眼棍呢？那双眼棍是铁的，里头灌沙子那种，就增加那啥。增加重量。完了，他练嘛，就像正常，刚练都得搁那橡胶的，打不疼的。他这虎超咔咔就练，一下削后脑勺，把双眼棍撇地，完了，
躺地直蹬着脚嗷嗷叫，哎呀妈呀妈呀！我童年那点小事全你给我说了，关键我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哈。你的童年，对呀、啊，我的童年都是跟你一起度过的。那天天他妈形影不离，老见我们仨就几乎形影不离。那真是天天的，放假就骑自行车南门二村溜达。那想想那时候是真好啊，那天他妈无忧无虑的，就是玩儿。那是不行，啥也不行。现在不像现在他妈压力这么大了，现在是吧？你那时候是孩子，现在他妈孩子爹，这不俩事儿吗？是不是？两个概念嘛。对，那时候父母你，但是那时候咱们也好养，也不花啥钱，哪像现在这孩子。对。那时候就买根雪糕那算花钱了，一毛钱一根雪糕那算花钱了。那时候哎，全你晃晃我，你使不使个鸡蛋换过雪冰棍儿？那是咱们叫冰棍儿。没有。那你啊？没有。那时候小二哥，你要说糗事儿，小二哥得承认点糗事儿。那时候我没少偷邻居家鸡蛋去换冰棍儿呢。我这事儿没干过。那我真那时候干过，那后期小二哥就改了。那你把鸡蛋还回去啊。后期我那拿别人家一根针，我心都得了。快，这家伙还有个导航，那个咋导的？是主道，上主道。上主道吗？你这个咋在这屯住的呢？啊？那他老叔家搬家了，我能知道吗？哎呀妈呀，都找不着道了。那是不是他？嗯，那肯定是他白衣服那个。太远了。啊，这嘎原来有个粉房子，这嘎子是吧？这个就是粉房。那是粉房，这个就是我们同学海涛。嗯。海涛。哪天再找？这不认识我了？海涛，嗯，你我现在发现你成熟多了，原来你老瘦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这两年稍微胖点，我真变样了。嗯，岁数大了，多大了都？海涛，你41吗？我虚岁41吗？虚岁41我。虚岁41？别说我最小啊。那你比你，那你还比我大一岁呢。我比你大岁啊。你比我大一岁呢。原先叫平山村小学。这是咱们仨梦开始的地方，真是啊！现在原来咱们叫什么学校？叫平安小学，现在叫东林学校了。现在就这一所学校了。哎，那可不，哎，咱们仨。原先这是啥？这是树林子，你记不记得周老师？原来就这嘎北头一趟了，那啥，这块是不？南头也有一趟房，一趟南头一趟，没有这么宽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在那个位置？就那个位置有一棵那叫那啥树？忘了。有一棵那榆树钱，咱们打榆树钱。啊，是吗？我记得这块原先是个树林子吗？那块树林子啥都没有。就那树林子啊。被那个政治跟那个自然不就在这块儿？就到这一路，好像这边完那边大门就都没了，就现在建的多好，现在建多好，那边阔了，阔多了。啥用啊？没学。现在中小学在一起。对，现在都走了。对，原来这嘎们也有条道，但是不是这样式的，是吧？这么的没有这么弯，这嘎站了。这原先是这块不是那啥吗？你看，全是站的吗？对，这是树林子。对，这个道在这儿呢。对，就是往西平安那道。往西边道是这边吗？对，这不拐一下子吗？把那个树林子扩进去。哦，这不村委会房后不是树林子吗？我都忘了。这块是一片大树林。哎呀，这么好童年都忘了。不是，我真忘了，但是我记得是那个位置。这条道没变。这条道没变，这条道。咱不一整下午就是上在哪儿？上那个这树林子不背那个自然吗？自然还有来靠学校吗？啊，这个对，这嘎一片树地。嗯，你俩的，哎，你说那时候那时候虽然这一年过去，咱们还依稀的还记得，是吧？那时候再怎么他也有印象，有印象，再咋他有印象，有印象。那你对我有没有印象啊？对呀，挺刚的，这是永远不变的。我这对他小时候印象是啥？就是穿棉裤最后那个，打仗最笨的，打仗最笨，一推就倒，因为我妈怕我冻着我，棉裤都给我做最后的。走不走吧？走吧，志佳，你还有点留恋呢。留恋也回不去了，回不去，走吧。接到我们第二个同学，道边呢啊，红哥，这都外地回来的啊，还这么忙是吧？看这身材，这肌肉，啊，山哥龙哥，这练武术的，武术。哎，海涛，哎，多年不见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我龙哥，你瘦了，胖了。你扯淡！去年你比上回，他没变，你比去年回来瘦多了。他没咋太变。他现在是长肌肉了，肥肉练没了是吧？八块腹肌又出来了。现在武术还练吗，大哥？龙哥？练了，不练了，老了。单掌劈砖还行是不是？
可拉倒吧，这上学都行，现在更得行。一会儿我跟你耍两，那时候行，现在他妈是不行了。现在不行。哎呀妈，我跟你练的，给我手都他妈都练骨折了。到饭店了，叫名字挺好啊，老纪，是老纪，对，老纪，走吧走吧，对对，就在这儿，走龙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Hello， 这都久等了啊！久等，坐我里，这又一年多没见了啊，认不认识这个？认不认识？认识啊，真没。孙海涛，那你真不认识？你是初三，他是初三来的，初二来的。不是，我对他一点印象没有了。我上他初一就不见了。那你看，初一就不见了。印象没有了啊。初二我没上啊。快坐吧，坐。我里坐。